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今天来玩一个打扮美美的凯蒂猫哦，它也是一本磁力贴绘本哦。打开看看，哇塞，打开啦！你们看，有一只小猴子，凯蒂猫在这儿。还有一只小绵羊，另一个哦，有没有第二面呀？哇哇，这面好可爱哦，嘿，这面也好好看，好像是挂这个的，是不是粘起来呢？啊，打开了，这个大布丁，是干什么的？不知道。哦，知道了，原来是放些东西在上面，好好看哟、凯蒂猫，你们看这个大蛋糕看起来很美味耶。它在这儿，还有一只小老鼠，看起来很想吃。看看下一边，哇，舞会耶！你们看，是不是很可爱？今天有超级棒的晚会，给凯蒂他们穿上漂亮的礼服吧！哇，我最喜欢帮他们穿礼服啦！哼哼哼，最后一页，我们来打开这个开始玩吧。好啦，哪一页好呢？我们就来换这一页吧。凯蒂，这个好像不是他的，这面不好玩，换下一面，主要是蛋糕也不好玩，下一面，就这页，我喜欢这一页，给谁换一下呢？凯蒂吧，戴上漂亮的蝴蝶结，要再看看戴个什么呢？这个也好好看，哇，凯蒂盖这个更好看，这个不好看，这个很好看，穿上，脚露出来一点点，凯蒂打扮好啦，现在到小黄色啦，黄色就弄个什么颜色呀？它配这一套看起来很好看哦，哇哦，哇，好漂亮！接下来给谁穿礼服呢？这只小绵羊看起来没有好看的礼服哎，给它找一个漂亮的衣服吧。哇，这件好漂亮，给它穿上。有没有头饰啊？这个，不好看，重新找一个。这个，哇，好漂亮呀！你看，他们都穿上了漂亮的衣服，看看有没有谁要打扮的，好像没有了。这下我们来装饰一下蛋糕吧。蛋糕那一面在哪呢？在不在这儿？好像过了，在这儿。蛋糕装饰个这个，好可爱哟。这个不是，这个呢？不行。我们放点蓝莓上去，放在第二层吧，不然第二层不好看了。再找找有没有的，哇，马卡龙哎，需不需要放呢？放。这个收过来，这个放在这儿，好可爱哟，嘿嘿。好啦，我们也装饰好了，舞会开始啦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